Karen， 肯定會生生不滅，代代相傳。我哋會一天比一天進步，明天肯定會更好啦。大家亦都希望到場嘅各位嘉賓拿起你哋嘅酒杯，以茶代酒又好，以果汁又好，一齊靜丹舉杯，接受台上主禮嘉賓對大家嘅祝福，好嗎？當然我瞓喺度，正解咗你啦。首先，我哋祝我哋偉大祖國國泰民安，乾杯！再祝我哋香港繁榮安定，乾杯！祝願我哋香港中華推友商會會務蒸蒸日上，乾杯！最後，祝各位嘉賓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發達，乾杯！非常多謝黃定光副會長咁吉利嘅祝酒詞，誠意歸言。啊，而家台上面咧，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同埋會董咧，正在係互相祝賀之中。我特別係要喺度代表大會，係多謝曾特首、白忙中抽空出席，令到我哋倍感榮幸。喺度向曾特首用熱烈掌聲表達我哋對佢最衷心嘅謝意。多謝曾特首你嘅莅臨，多謝曬，多謝曬。呢個時候，我亦都係想請李忠德會長、黃定光副會長。我哋副會長兼籌委會副主席張明敏先生陪同曾特首離開會場，我哋全場用熱烈掌聲再一次多謝特首嘅莅臨。我哋喺度亦都多謝特區政府一直以嚟對本會嘅支持。我哋會承諾一如既往，喺未來嘅日子裏面，我哋會繼續秉承我哋熱愛祖國、熱愛香港嘅心，繼續貢獻社會，為香港繁榮安定作出貢獻，為祖國富強作出貢獻。多謝曬。這個時候，我亦都要向台上面嘅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同埋各位會董致一致意，因為我哋仲有啲儀式係未完成嘅，請各位留在台上稍候一下。因為啲儀式咧，我哋要等齊李忠德會長、黃定光副會長同埋張明敏副會長翻回主席台，先至可以繼續。希望各位稍作等候。啊，兩位拍檔，剛才我哋一開始就好暢順、好圓滿咁完成咗我哋莊嚴嘅開場典禮啦，係時候介紹下自己啦。中間呢位就係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青年部成員劉家張小姐 Karen， 歡迎你。Hello， 大家好。隔離呢位俊男咧，亦都係中出青年部成員，就係、是、哇高大威猛嘅楊全成先生 Eric， 歡迎你。大家好。我隔離呢位咧，份量十足嘅前輩咧，就係、是、Michael 羅銘偉先生。咁我哋今日咧，我代表茶委會咧，好多謝啊 Michael 咧，今日肯擔任我哋大會嘅司儀嘅。Michael 你係前輩啦，我真係一定要多謝。先前我講唔敢多，其實咧講平常講開心咧，應該係歸我嘅，因為我今日能夠喺度為一個香港其中一個最成功嘅商會咁有意義嘅活動嚟出嚟做司儀咧，呢個係我莫大嘅榮幸。當然咧，能夠同兩位年青才俊一齊合作，亦都係我覺得榮幸嘅原因嘅。嗱，咁今日嘅節目好豐富喎。不過咧，我要帶嚟一個我私人賀禮俾大會，借助兩位嘅名字好用。衷心祝福，亦都深信新一屆嘅會董英明領導底下，全體會員嘅鼎力合作底下，全場各界支持底下，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嘅會務將會更加繁榮，更加蒸蒸日上，而大家都會發揮家庭成員嘅作用，可以彰顯輝煌，正正標記住足出係步入咗歷久不衰嘅全盛期。俾掌聲多謝我哋兩位拍檔，佢哋個名改得好啊，個名改得好俾我哋聯想啊，希望大家受落啦。係，跟住節目好豐富，有咩獎品都好。係啊，我哋跟住落嚟好豐富嘅，咪同我今日最大嘅大獎咧，正係。
之理，俾翻今時今日嗰個環境，正所謂 cash is king， 咁佢真係值得邊一個幸運兒可以咁開心可以攞到呢啲咁嘅獎喎？李忠德會長、何定光副會長、張明敏副會長兼財委副主席，再次歡迎你哋。好啦，咁事不宜遲啦，咁不如我哋進入下一個環節啦。咁我哋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黎桂康主任為我哋頒發第29屆會董選任證書。有請李忠德會長代表所有會董接受。有請。多謝曬黎主任，黎主任請就座。同時咧，就請李會長留步，為我哋頒發咧2008年度嘅精球會員大獎嘅。咁第一個得恭喜曬所有得獎嘅會員啊、會董啊，我哋繼續努力，好嘛？多謝李會長，多謝曬李會長。今日我哋就係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嘅慶祝55周年嘅大喜日子。大家睇到咧，我哋場面咁盛大，嘉賓陣容咁鼎盛，都知道我哋呢個係好細心嘅安排。當然啦，呢啲係全部係靠我哋籌委會成員嘅努力同埋付出，亦都係無辜功高。我哋喺多謝佢哋嘅同時咧，就要請出我哋籌委會主席。